哥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祭水猴子。为什么要祭啊？吃你的头你不怕？十年前的事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水鬼爷爷，别走，别走！水鬼爷爷，回避！别在外面玩了，危险！你在哪儿，陆生？上面我都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这就是冲动水鬼爷爷的下场，你这样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的呀！出发！你确定这就是那个水猴子？